来，打完就跑。可以打啊，他没技能了。攒个皮。Q 啊，这兵都不补啊！这家有点猥琐呀。我脚拍地板，瑞文也不说整个兔女郎，拍地板，整个皮。闪你大爷的！哎我，为什么他闪现我闪现我却追不上呢？行，开地板。打不灭，开。夹开地板，月塔可以击杀了。注意这个月塔啊，瑞文肯定有意义，对吧？你要直接越呢，你肯定是越不死。所以我们呢，先打黄月塔，让他打我，等他放技能啊，或者到一个斩杀线了，好，技能全放了，但是他有闪现，注意一个一技能先开地板。错了，一个 W 接个 E 啊！稳住军心，六杠二，不行，我受不了这气，我。这我能送这些，真没补刀，我接受不了，我人头不要了。本来这瑞文这波是能杀的啊，把蓝 buff 打了，巨魔可吓了，他有闪啊，不着急杀他，没有大招不杀。到了再杀，巨魔看见搁哪没？没瞅着搁哪。差两百块钱怎么办？再杀着瑞文一回吧，他又没有点盐，打不过我们。先攒个不灭。没有其他的路。不过我呀，打人都不掉血，锁一下子吧，我操，不行，这玩意儿呢，这还是有点吓人呢，再斩杀的。
夜魔来了。没来呀，剑魔没来，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闪现了，还有闪呢。我干他一把。那雪碧还挺猖狂。我看他狂什么？你咋的？你咋的？我们俩给你连环控，你能天上下来？你下来来！哼！你还能从天上下来？回血死不了，回去打个蓝 buff， 打吧，告诉我都打吧，那我就打了啊，往上拉点。跳弹！哎，人还挺多，我来了。把人咋恁疼？耗子，小龙拿了。干着女人。你咋的你？给我站这儿！我小石头人变小了。这啥意思啊？哎，演人啊！这可救不了了啊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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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哎呀，那灯哪去了？我靠！给个红吧，兄弟。巨魔挺猖狂啊！巨魔是吧？巨魔，没蓝了，吃我一个平 A， 可以，杀！别怕，我这是盐，你别怕，我帮你干他，你打他就完事了，他也没伤害。哎，黑打，让他紫，勾，哇，好勾，这都能勾着。梅音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塔下安全了？哎，女警让人打了，快救一下！哎，哪儿走？勾，好勾，换甲，往下打开了。我已经很久没去过上路了。回家4000。Hello，
先刷的建模，泡个点盐。你打够没？我问问你，我杀你还用大招吗？骗个伞，舒服。发什么问号？打呗，那打人又不掉血，那大龙。随便打。单挑大龙不是不可以，就是太慢。来波1v5，巨魔是不是没大？巨魔有大吗？我们只要把维恩一杀，啊，巨魔把我们一吸，我们就是个屁。这巨魔400点护甲，我日你哥呀！哎呀，我来个钉，我看你下回你吸我，我先钉一手。我来了，我生气，我今天杀巨魔。你抠来，你回头。让我黏住你，那我就贴贴了。哎，你就吸我，我叮，对，你就吸来，我闪现，你吸来，你吸，哎哎哎哎哎，你吸完了吧？你吸完了吧？该我了吧？我操你个，拆！杀维恩先来。回血，跑快快，有屎吗？给我来口屎！不是我怕你，要我来，你给我回来了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过来！你别怂，咱俩打一架，我没有蓝。1024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不单单为了大这个瑞文，我为了吃冰。我来了。快点，僵尸给我打他！僵尸，我讲，巨魔烦死了！巨魔，来，别走了，今天谁也别走！我操你不挺狠的吗？给我站这儿！我讲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他怎么回了一下血呢？被动吗？完了，没人来了，我是个屁了，烫死他！
我自己可以打。就是打得太慢了。你怎么的？你再碰我一下，来，你再碰我一下，啊切！巨魔吸我没用了，我夹，哎，给个五杀，兄弟们！我来一个！素质太差。Sorry， 你烧什么蕊？你就是小心眼儿。知道吗？我拿了个红，小心眼儿。